日式白白的，在田中间看起来非常惬意。因为现在太阳太大，眼睛快睁不开了。Hello， 我们今天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有没有看到这边四处都是田地？然后我们刚刚走来的路上啊，也都是那种碎石子的那种，是产业道路吧，非常的难走，连车子也都开不进来的，只能步行的。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呢？我在前几个月前呢，听说有一间餐厅开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看那个外观觉得还蛮漂亮，还不错呢，在那边日式白白的，在田中间看起来非常的惬意。这间餐厅叫透明空气，最近变成了网美的打卡圣地，然后我就想要去看看说这个到底有多厉害。它这边就唯一一条路而已，它就真的在田中间，而且好难走哦。如果这边下雨要怎么办？你看，真的是网美圣地。view 很漂亮，不过坐这一桌感觉我很热。坐不能挂，那你坐点餐。好，谢谢。等一下我有点蹲不太下来，好酸哦。我要伸直了，哦，好痛，好痛。这是菜单的部分，这边是每个人低消400块，然后它有咖啡和茶。还有那种正餐的，最后是甜点千层酥，看起来就很厉害。我之前 IG 上面不是有拍那个都是白色建筑物的地方吗？对，那是园林的另外一家，也是网美系餐厅。我印象中是同一个老板的啦。然后他们走那个不同路线的，一个比较西式，然后这个是比较日式的。那这边的话就是采那个完全预约制的，可能要控制一下那个客人的数量。那个我要一个日式烤团子，好，然后空气千层，千层，那今天已经卖完了。外面好热，好多呢，比我想象中多呢。我现在看起来好赞哦，这关东煮比我想象中大盘，而且牛肉分量很大。茶碗蒸，你看香菇长出来了，完美。酸。酸，但是好吃。然后今天的主角牛肉，我先不沾酱吃吃看。很软嫩呢，味道很够呢。那是应该是他附的沾酱。这边。这是辣的，你不能吃。会辣到喉咙深处的那种辣。这个是透明杯的部分，超级豪华。它上面有这个饼干嘛，还有水果，这应该是马卡龙类的东西。然后还有冰淇淋，阳春冰淇淋。下面这是百香果蛋糕体，试试看。因为有冰淇淋，所以我先把这个吃掉。这应该不能吃吧？你先吃。对，你这个吃。整个脸，你穿起来像小学生。真的吗？嗯。我还以为我这样穿很成熟。没有。你不觉得很蛮搭今天的场景吗？我刚刚发现啊，它那个是蛋糕下面之后呢，这一层那个百香果的部分是果冻，哎，好吃。刚刚它的烤团子也送上来，你看。有传统的酱油，还有这是抹茶红豆，最后一个这是巧克力，然后这是我们点的可可拿铁，他用这个杯子我觉得好可爱哦。然后我们要吃吃看团子的部分，先吃最传统的，
蛮符合台湾人的口味的。日本的有些地方的烤团子酱油味会太咸，然后这个是蛮符合台湾人口味的，比较清淡一点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稻荷神社那边吃的那个。那个还是新东南的吧。嗯，那我再来就是看抹茶红豆的。我觉得抹茶味没有太重哎，红豆的甜味盖掉了。最后是这个巧克力，但是巧克力好固体哦，好固态哦。巧克力是不难吃的，它的那个团子虽然是那个这个是巧克力口味嘛，部分这个部分其实是不甜的，它只是带出那个颜色而已。它真正甜的地方是上面这一层，所以这是两个加起来算是有综合到，也不会到太腻，但真的就是不能吃太多啦。痛哦！脚抽筋啊！老周不要突然站起来。厕所很干净，小窗，它的关门是这样，一个卡榫的感觉。干净干净。那上面写请勿践踏白沙，那个猫看到应该马上扑上去吧，一堆猫砂。有一个猫会很喜欢的地方，逗猫棒。喵喵。它那个只有一层楼，然后天花板做的没有到很高，它那个梁都做的比较下面一点，可是好像也不能做太高，不然就没有那种小巧精致可爱的感觉。原本看照片的时候想说这边很大，但是建筑物本体其实没有很大，反倒是它那些造景比较多了。我闻到大自然的味道，竹石味，毕竟这边是田嘛。好，这太亮了。有了有了。你这是露营吗？对啊。还好今天天气还算不错，有徐徐微风。我真的觉得还好，我们是定到下午3点的。我本来是想要定中午12点，可是因为时间一到，大家都抢光了，就只剩下3点的时段，我就二话不说，赶快马上下定，生怕这个时段又被选走。后来发现3点来其实还不错，3点来比较不会那么热，因为它用餐时间是2个小时嘛，3点到5点这段时间你吃完之后再出来，而且今天天气真的很好，前几天都在下雨哦，那刚好今天就是停雨了，所以空气好，风景又好，整个就是很惬意的感觉。除了猪屎味，刚好在排猪屎。这不就是乡下小孩常会遇到的事情吗？我觉得很好哎，不用特别开车到很远的地方，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风景，这种惬意的感觉。住在乡下的优势啦，但是住在台北，住在都市又住在都市的好处。你在整纸吗？不是，因为我脚太痛了，没办法爬起来。还在抽筋。还在抽筋。所以我就这样慢慢爬过来。心酸画面，有没有听到火车的声音？真的是有够惬意的啦。说真的，我这边本来没有抱太大的期待，可能就以为是网美店而已，因为大家都说这个是饥饿行销，你知道吗？一天接待几组客人而已，然后你必须要在一个月前先预定。来这边之后，真的感受度还蛮好的哎。放空的地方。好放空，但是不好进来啦。然后停车你要先停在外面，然后再走路进来。下午短暂的放风时段，那今天就这样了，拜拜。